比赛前面空掉一条龙啊！来，给我们的双方队掌声加油！直接被定板。整个海神队进攻看得出来，海神不断的利用龙茂在球场上的身高优势，制造一些打点的机会。阿巴辛拿到这防守篮板，给到马龙。今天的贪婪球队出现哦，这是阿巴辛的一个漂亮助攻。做一个阿里路，哎呦，21岁哦，摔不怕，青春的肉体哦，我刚才就觉得这种摔我都觉得很可怕。进攻进攻进攻！哦，这个三分外线出手技，哇，这个大号的三分球。给到查拉蒂，哎呀，真的失误了！还剩下1秒钟，小安中场的一个出手，进、啊、了！